今日都市情感剧《一念向北》在京举行开播发布会，主演刘恺威、张丽以及张钧甯、吴建飞携手亮相。剧中刘恺威首度扮演听力障碍者陆向北，在为母复仇过程中却邂逅张丽扮演的富家千金童一念，从而展开一段虐恋，戏里两人你侬我侬。戏外发布会上，刘恺威也在撩妹大赛的互动环节对张丽施展了魔头杀。刘恺威，你平时怎么安慰女生呢？不过刘恺威的摸头杀技能着实看上去不太自然，甚至似乎有意回避与张丽的亲密举动，难不成是担心大秘密会吃醋吗？我不会，我就怕弄乱他的发型而已。据悉，此次刘恺威除了担当男主角外，也是继《盛夏晚晴天》后再度身兼制片人身份。对于他来说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好在爱妻杨幂也逐渐转型做制片人，不知两人私下会否相互讨教呢？这个有的，但有。生活上面啊，工作上面都会有什么问题？对，因为他也自己也是新手嘛，所以我们就是商量为主，就聊聊一下。果然有刘叔叔在场的地方，话题总是离不开大秘密。虽然此前两人被传婚变一事引来不小关注，但随后双方都在微博做出否认。而最近两人似乎都将重心放在事业上，独步戏约加深的他们也难免遭遇聚少离多的情况。当问及两人爱情如何保鲜的话题时，却不料一向对媒体有问必答的好好先生刘恺威似乎有些答非所问，现场打起太极。多久没有见到秘密？两人都那么忙。对呀、反正有空工作的时间就会尽量抽时间见面。谢谢，谢谢你的关心。还有就是最近一次见到秘密是什么时候？最近一次啊，就上一次啊。